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机加工，做机加工的老板看过来啊，来给我这个产品，看看我是怎样把这个产品型材，对吧，型材机加工做成这个样子的，想知道吗？想知道找我啊。我这个没有做喷砂，没有做人工打磨，哦，就两道工序就做成这个样子，而且成本非常低。做这个产品有暴利，现在哦，因为这个是方法是最新的，这个是挂衣服的，就是民用品吧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名品，女制品的民用品。这个产品也没有做过杨绛，啊，这个边角不是手工磨的，这个呢也不是喷砂的，也不是氧化的。那两道工序成本非常低，就能做成这个产品，从这个样子，从这个球样呢变成这个表样，漂亮吧？找我啊。